知道粉丝提问，为什么会有相同属性的武器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至少有三个原因导致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平衡太难做。由于推出武器越来越多，如果每把新武器的属性都和之前不同的话，那武器平衡将越来越难做。因此光子便想了这个方法，做相同属性的不同武器，这样就能避免平衡被破坏。二，让玩家有更多选择。推出相同属性的武器，可以让玩家在选择的时候能根据自己的外观喜好来进行选择武器，这样会带给玩家更多新鲜感，玩起来也会更有趣。三，方便删除。随着武器推出越来越多，以后肯定会有武器被删除。如果是不同属性的话，那删起来会很棘手，而要是有属性相同的武器，那删除其中一个对游戏完全没什么影响。小软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